Hello，Hello， 今日咧我哋又新貨翻嘅，咁就講翻少少 background 先啦。大家會用過我哋呢個妹妹油或者叫純正油啦，咁係瑞典翻有機嘅，用完之後咧，大家會 feel 到對於一啲可能痕啦、敏感啦、油味啦，甚至係呢一個咧係念珠菌係好好，同埋我哋係冇落 SLS 嘅。我見到出邊好多話清潔嘅產品咧，喺啲 C 處度咧係落 SLS， 咁就會越洗越乾，越洗越痕嘅。咁但係呢一個咧，你就會用油咧去清潔或者保養咧係好好，但係有一個不好處，我覺得它不夠滋潤或者不夠保濕度，我覺得秋冬硬是差一支嘢嘅。咁好啦，今個月它翻了什麼呢？就是翻了去呢個潤唇霜，就是我哋嘅絲襪潤唇霜。咁仲有它有很多個 function， 四大 function， 大家記一記啦。第一，它可以淡化一啲疤痕，如果是可能孕婦嘅時候開咗刀嘅位置咧，咁佢可以咧幫你淡化個疤痕。第二，它有個彈潤嘅感覺，你覺得好似咧注滿咗好多水，跟住咧佢個保濕力好強噶，你用完之後咧係幾日都好 long lasting， 咁啊非常之保濕啦。跟住最後咧，佢可以淡化啲色素，譬如可能嗰個位置比較可能暗沉啊，色素咧，佢嘅成分咧可以嘅改善咧我哋呢一啲咧黑色素嘅，咁佢咧98% 係有機。另外呢一個都係一個咧係甘蔗嘅 biodegradable 嘅物料嚟嘅，非常之環保，同埋咧係用一啲咧係一啲 natural 嘅甘蔗咧係做嘅。咁裏邊嘅成分主要咧有個夏威夷果油啊。Macadamia nuts oil 啦，有個燕麥油咧，咁就舒緩一啲不適，同埋有一個有機嘅向日葵，咁係非常之難得一支係有98% 有機認證，同埋係跟埋可以一齊用。咁、那個 step 咧就係我會用咗呢一個咧係純正油先啦，之後咧就可以用呢一個咧潤唇霜啦。這個潤唇霜咧，其實我未必次次用或者日日用噶，因為都我覺得好 long lasting 嘅。咁另外，補充翻啦，我哋個純正油咧係要一月尾咧先有機會咧係補到貨嘅，咁因為嗰個沙棘油嘅關係咧，佢係斷咗貨啊，係個 pandemic 嘅時間，咁所以咧而家可以用住先嘅話咧，或者做個保濕力比較強啲，可以用佢嚟做呢一個咧一個修護啦，或者係我哋嘅絲襪咧，都需要係咧做翻個滋潤同埋一個淡化咧。黑色素嘅產品咧係好好用啊，大家一定要試一下。